明年1月底就要过年了，尾牙要来咯。不少公司已经开始采购尾牙礼品，乐天市场近两周尾牙礼品关键字搜寻量较上月同期成长了50%。这时正是 3C 家电的销售旺季，平均消费金额也比平日高出了近20%诶。根据 Go Happy 快乐购物网统计，今年最热销的尾牙商品竟然是这一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是不是很眼熟呢？没错，就是最近夯翻天，可以随处 K 歌，一秒炒热气氛的无线麦克风，折扣码也是给的很大方。除了话题产品外，家用电器仍是主要选择。现代人忙碌，没时间打扫，在清洁类家电中，省时省力的扫地机器人成为热门选项。让员工身心放松也真不能少，在按摩家电中，这小小一台最热销，这里能按，那里也能按，可以随处移动，便利性大大提高。除此之外啊，贴心的公司送礼也有男女分别的小巧思哦。像是年年热销的 PS4 最受男生们欢迎，也进了三家网购业者尾牙热销品的前五名。这台太空战士同捆机，想必科技宅宅们一定很爱吧。还有这支在乐天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女性家电，吹得出纳米水离子的美发神器，小资女抽到会不会笑得合不拢嘴呢？动新闻今年准备抽大奖报道。